始全岛同时转动，我们把这个自行车的运动这个推向全台湾，推向全世界。那么我也祝各位贵宾、各位环岛勇士，这次骑乘愉快，各位身体健康。难得的话，看这么多人啊，来真的来骑车享受，大家技术也进步了。菜鸟的话也一起来，用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各种来这种，不管年纪长的、年纪小的、男的、女的啊，大家一起来，我觉得真正的台湾变成自行车岛。奉劝我们的老人家，像我这个年龄，不要在家里，一定要活动，有动就有活力啊、哦！啊，对社会也是很好，对子弟也是很好。你有健康，子弟就有平安。可以认识很多骑车的朋友，因为呢，台湾人呢很热情，我也特别喜欢台湾，我爱台湾。出发！我觉得单车算是我的男朋友，在我就是工作遇到不顺利、有点挫折的时候，我就会踩上单车。那我觉得踩踏单车就是我生活的维他命 C， 因为这样踩出去，然后接受阳光啊、空气、水的洗礼，我心情就会很好。一个人踩踏的时候，思路就会变得很清晰，就可以想通很多事情。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勇敢，然后我以前一直都也不是个运动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样一路的自我挑战跟自己不断的对话，我觉得让自己未来面对工作也好，人生的各种挑战也好，其实更增加了许多多的能量。那很感动的是，一路上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会一直帮你加油打气。昨天有个学姐说，我们骑到高雄，就有人说她跟他加油，他听到加油这两个字眼泪就掉下来。一个女生她不知道自己可以这么勇敢，所以我觉得骑自行车环岛是件很美的事情。人生没有多少次，就这么一次，很努力去完成它。不要以为它很难，一点都不难。你上了路你会发现其实很快乐。
多的女性呢，她没有办法踏出这一块，哦，就是说你如何抛夫弃子，你如何把所有家庭的繁琐的事情都抛在脑后，这女人就比较难踏出。我觉得当你踏出来了以后，我觉得你会很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自主跟自在。It's been a fantastic experience, a really great way to get to know this island. It's beautiful seeing the mountains on the left side and the ocean on the right side, and going through villages and towns and discovering Taiwan, a fantastic place to ride a bike. This time, I was in the first day.我就一个非常的感动，说我看到前面的身影，我前面很多人，我自己看不到我自己，但是我看到我前面的队友七八个人在我前面的时候，我突然说我有点很感动，我说啊，我是跟他们一样很努力的在突破自己的限制在往前走。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生命嘛，就不要一直看到自己没有的，想到我没有的就好了，我没有脚但是我有手，我可以用我的手去代替我的脚，还是可以走出，可以去做环台的目的去完成。先把客人放下来，然后你右转去全家，帮我拿一颗后轮。